是平安夜，本轮随机位置开始发言，七号玩家请发言。七号这里强势跳一波预言家，今天晚上查杀会有惊喜。什么呀？就是一个狼人杀的局，然后你在最后一个位置，从你手中的。身份牌注定，场上玩家小心发言，有点心机。七号别秀演技，当好解说村民，乱传枪声，万一不杀也要被判出局。场上好人说几句，向我表表诚意。话术话的太过随意，对不起。你太把手扶在这里，腰这个皮带上面。那我们就手稍微抬起来，多一个不同的手势吧，就手稍微抬一点点，对。